我咧很认真，很卖力的演出安尼吼，啊希望咧，等咧得到咱个好朋友大家这个肯定，叫我再次跟咱个好朋友咧，弟兄们一个我的诚意，感谢谢谢你啊吼，哎，阿妹，你看嘛，一开始讲咧就是安尼讲哦，那这样会晒黑的吼，伊讲咧，他如果晒黑就很难白回来，对啊，对，哦，其实我是晒黑也不会白回来啦，但是咧。但是迄不是晒，迄不是问题哦，是晒伤较艰苦。晒伤呢会作痛，然后会作痒的。我通常都是晒黑的那一个。都是晒伤，然后去看医生啊，然后医生就讲，你为什么会晒伤呢？我讲，因为我都常常要晒太阳晒三个小时。讲为什么不走开呢？我讲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躲啊。对啊。为什么不撑伞呢？我就改讲，不可以撑伞，不可以撑伞。你讲啊，为什么不要戴墨镜呢？不可以戴墨镜啊！哎，真的，你看那个病人戴墨镜没礼貌，然后还撑伞，跟他三八两灰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真的啊！舞台，那舞台真的要水，哎，这个千万舞台，然后要去三八两阿辉啊，五百万的合作，底下其他你买就奇怪了。有啊，所以我怎么那种非常有职业道德安尼啦？韩国特别要紧啦，我都讲过，囡仔人尔三工就爬回来啊啦。没有呢，哎，囡仔三工就爬回来啊，我即摆已经三档啊，还佫爬袂回来了。我嘛差不多爱三档。哦，你嘛安尼哦，安尼你可能就是真正是欧巴底啊，但是我囡仔你这样子比较健康啊。哎呀，最主要是不要晒伤啦吼。哎啊，但是呢，我来希望咱每一个好朋友，我来赶快，除了呢，即个身体保健之外呢，存即个防即个紫外线的呢，防晒油啊，会当加减抹一下。我也没有擦油过，那就是老婆擦了也是要流掉那样，所以黑就让它黑吧呢。人家人家的鸡苗吧，鸡苗那个黑人，黑人不是海伦哦，是黑人。黑人好来，啊，咱今晚继续和我们的这个查某囡仔甜甜吼，伊完赶快呢，要过来给咱百货店的歌曲。你喜欢白醉金杯？好来，好听的单曲歌《醉金杯》，由的甜甜小姐演唱哦，来谢谢。是的，你的美，是那的绿色，都不在你眼中。你我都不过是细的秋黑，眼睛的浓郁。那三个他妈不过存在一次，你也是一个完美，气氛是是非，怎么就会看动作无情会不会对，丢你的朋友已经收下子，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会多久就是多多回，风也让你别再回。是的，你也美，是那黑的色。白色的香味，共存在一起，你也是很完美。机会是是非，随你机会天，动作一起会会疲惫。丢你的配合，已经收下子，我不知不觉是来自卑。抱着你配合，手心孤独归。梦里能给个再会，嘿，嘟嘟嘟嘟嘟嘟哇！那色彩的美，都存在你，你也是我的完美。气氛是是非，思念最美甜，动
当初真心袂袂去对。因为你回乡为君上家嘴，我无只会真心来作陪。多情的朋友，小声多多陪，无会人听啊作陪。感谢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，歌名叫做《醉情花》。